杯果浸后组合柜安装与使用。浸后柜预留孔洞螺丝钻孔安装。滑轨式设计上下滑动流畅。 滑轨插销开关，打开电池盒开关，按照正负极依次放入4节2号电池，盖上电池盒，拔开盖子，倒入适量的洗手液。 盖上盖子，洗手液刻度显示，电源开关，放入纸巾就可以开始使用了，顺畅使用不卡纸不连抽，自动感应出液。